今天呢，我也去那个美国。我哋香港唔需要暴力，我哋需要嘅係一種乜嘢？係一種有效嘅能力為香港服務。我哋一定要化任何嘅干戈為玉帛，將我哋所有已經困擾咗我哋五個月嘅嗰種咁嘅暴戾事情一洗而空。就而家我哋大家一齊去做，絕對支持，絕對支持嚇。他因為很少人嚇會站出來的，他是我的英雄嚇。